你们看到赵曼儿了吗？当明星去了。还没回来？可能试镜时间有点长吧。他是早上九点多出去的，现在已经过去五个小时了，试镜也该结束了吧？嗯，可能是导演看好他，直接让他进组了呢。不可能。他有没有和你们联系？嗯，给他发信息也没回。怎么样？关机了。向日葵姐姐，你们招聘广告上不是写着千万投资招聘演员吗？怎么写着网红啊？我们也没说招聘演员是来演电影电视剧的呀，这网红怎么了？网红也需要演技啊。你看看现在最火的茉莉姐姐，那她演技多好啊。哦，也就是说你们想把我创造成新一代的茉莉姐姐？没错，只要你把这个合同写了，哎，我们公司会全力提供你成名路上所有支持，啊，配合你的表演，你将成为下一个向日葵姐姐，啊，牡丹姐姐、玫瑰姐姐也行啊。可我是想当演员才来面试的，不是为了成为什么网红。这你就不懂了。演员什么的那都是过去的趋势啊，我们做这种文艺工作的要紧随这个时代的潮流才不会被淘汰。时代的新潮流是什么？是网络。这演员那都是过去的网红，而网红那是将来的演员呀。你现在小看了网红，那将来你后悔都来不及，明白吗？你的意思就是说网红就是演员？哎，说什么呢？是什么叫什么事情？张曼儿在校门口的电线杆上看到了一个试镜广告。电线杆上看到的？嗯。是不是交了一个什么摩卡拍摄费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交了。他给我们秀十字绣赚了几百块钱，拿去交了。他是智障吧？合着你帮他翻墙出去就是为了去试镜啊？看来是。他傻你也傻。他想做的事谁也拦不住，我只要他开心就好。你脑子有病吗？开心有什么用啊？他开心跳楼你也不拦着吗？他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他有他自己的判断能力。是，他是不是小孩？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他的安全，而不是在这里说风凉话。你说的不是废话吗？不是你让他出去的吗？你要不让他出去能有危险吗？你不是也看他翻墙出去了吗？你拦着了吗？行了，现在不是逗蛐蛐的时候，赶紧去救人啊，走啊。那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啊？那当然有啊，来你看看朱莉啊，这是我们公司啊推出的网络一哥啊。他不是摄影师吗？他是摄影师，他也是网红，全面发展。这是我们公司啊培养人才新策略，不仅要学表演，还得学摄影、化妆，还有那个走模特步。只要你想学什么，我们都可以给你培训。啊，稍等哈。你来。这真的是他？看不出来了吧？这就是我们公司精心包装的结果。只要你把这个合同签了，我们公司会用同样优秀的团队给你设计造型。哦，还有你看看，这每天成百上千条的评论，这都是在评论他呀。这一线明星也没有这个待遇吧？辣眼睛，滚出！黑夜给了你漆黑的双眼，去
却用他来翻白眼儿，这都是在骂他呀。骂他证明他活，被骂才有讨论度啊。你想想，谁都不认识你，干嘛要骂你？他们骂他们的，咱们火咱们的，互不干涉。导演，我想去一下洗手间。行，出门左拐。我有点路痴，我怕我出去就回不来了，能不能让朱莉带我去啊？也行啊，你们正好交流交流经验啊。朱莉，你可要好好给小赵介绍。哎，跟老师说了吗？没下课不能走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是关机啊？我知道了，小广告，小广告上一定有信息。这儿。哎，那个小广告原本就在这儿的呀。不是，那别的地方还有贴吗？我记不清了，我当时没注意啊。那广告长什么样，大小颜色都什么样呢？这记不记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记得上面写着演员试镜，剩下的我也不记得了呀。哎呀，我不记得了呀。阿姨，有一个小广告，上面招女演员，您见过吗？我们没看见，对不起啊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再看到类似的小广告，你还能认出来吗？嗯，好，大家分头去找，有看到类似的小广告都联系沈友美。好，走。阿信，走。同学，你快走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真是签约董小红？别提了，我当初稀里糊涂就签了，那根本不是份合同，就是份卖身契。啊，这么严重？是啊，我交不起违约金，只能给他们当牛做马的。他们让我假装摄影师给人拍照，忽悠别人入伙，说拉来100个人就同意跟我解约。难怪你拍照的动作那么不专业。你们已经骗了多少人了？嗯，一般人听到交钱就走了，你是第一个回来的。但我没打算骗你啊，我早就想告诉你让你走了。那你也是因为想当演员才被骗的？俺是河南农村来的，高中没念完，家里都供不上了。老乡说带我出来打工，俺从小没看过海。老乡说青岛有海，俺就来了。来了看那广告，出价挺高，就谁知道。我们回去。回去？你别回去了，你快走吧。没事，他们还能吃了我不成？我今天就要带你一起走。帮我个忙，把手机借我一下。手机。没有啊，沈友美。同学，你在回收空瓶子，我里面多着。你好，大爷，您有没有看到那个剧组的招工广告？就一个小传单。剧组啊？招工？对对对。哪个正经的剧组在学校周边招工啊？沈友美，过来，是不是这个？是。大爷，这还有吗？打电话呀。电话是什么呀？就差一个数字，一个是啊，快拿出来，快点。哎呦，妈，
想清楚了，来，把合同签上，一会儿啊，我们就带你去见造型师。哎呀，导演，这个合同上写着一签就是50年，那50年以后我都70岁了，还能一直当网红吗？你放心啊，17岁有17岁的魅力，这70岁啊有70岁的风光嘛。啊，只要你一天是公司的员工，那我们会为你负责一辈子。哇，那么好的，难怪啊，你们合同的违约金要1000万这么高，而且上面还写着在公司期间不能私自接其他工作，看来是真的打算要负责我一辈子了。哎，你先把合同签了，细节可以调整，可以调整。哦，可以调整，那也就是说，合同内容后期不作数呗？怎么不作数啊？灵活操作，你懂吗？年轻人不懂得变通。他签的也是这份合同吧？喂，你好，请问张曼儿在吗？你别这么说，这么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？你傻呀？对啊。你就说那什么，你说你想做演员，要去试镜，问他们地址在哪。啊，我演技不行。不行也得行，现在没有别的女的了。今晚上怎么办？哎，怎么没女的了？谁呀？傅小颖啊。来电话。哎，喂，您好，请问您是试镜的导演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喂，哎，您好，请问那个您是试镜的导演吗？哦，打扰了，打扰了啊。哎呦，烦死了。哎，您好，请问您是试镜的导演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哎，喂，您好，请问您是试镜的导演吗？您是导演啊。那个，我现在想来试镜，所以想问一下你们具体的地址在哪儿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张曼儿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无知者无畏，他不是胆子大，他是脑回路短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损他？快想想怎么办吧。咱们冲进去吧，里面也就3个人，咱们5对3，他们输定了。要不我先进去，我就说我是来试镜的，去看看什么情况，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叫你们进去。也是啊，我们只是猜测，如果张曼儿没事儿，那这就是一误会，我们这么冲进去这太不合理了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去。陈冬梅、傅小颖，你们两个跟我来一下。我要是签了这份合同，如果你们一直不派工作给我，那么在50年内，我想要继续找工作的唯一机会就是支付给你们1000万的违约金，对吗？他们是不是这样跟你说的？我想自己出去找活干，他们说我违反合同，让我交违约金。不知道警察和律师看到这种合同，对方会怎么说呢？没错，我们这个合同就是有不平等条款，有本事你告我们呀！我保证律师见了这个合同也无话可说。你小丫头片子还在这跟我耍小聪明是吧？我在外面贴了那么多的广告，傻到被骗摩卡费用的一共没几个人，我骗你一次，多骗你几次怎么了？你有证据吗？哎，对呀，我没有证据啊。不知道这份录音算不算证据呢？
明儿，嗯，你怎么有点好看呢？我走了，别忘了出事了就叫啊，我们才能听见。善良的，导演好。嗯，哎呀，你好，来试镜？对，我想做演员。哦，那个，你先交800块钱，我给你拍一套模卡。导演，我没有带那么多钱，你能不能让我先试镜啊？试镜可以啊，但是我们需要才艺展示。才艺我可以啊，我都可以的。啊，是吗？啊，来来，音乐，来 ，Action。你再放开点儿。哎，换上。于明什么时候这么多才多艺的？他呀，就是闷骚的心得不到释放。哇，小爸你好有学问啊，我就是找不到准确的词来形容。嗯，那这么说就是没事了，虚惊一场呗。没事了。哎呀，你以为反派的智商就这么低吗？跟我玩卑鄙的手段，别怪我以牙还牙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走！我就说你们都是骗子！我一个人。这音乐放了这么久还没结束，要不咱冲进去？就咱们三个呀！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你那么聪明，你猜我来干什么？天才呗！你不一样被绑在这儿了？对啊，我也很后悔。我就不应该多管闲事儿，就应该让他们把你抓起来，然后把你卖了，也算为民除害的。你，要不我们报警吧？啊，报警！报完警，我们冲进去。
危险，盖上。对不起，都怪我。怪你干嘛呀？我都不知道你这么能打。怪我没搞清楚状况，就帮你翻墙来失禁，害你遇到了危险。说什么呢？这都是我自己的主意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用不着时时刻刻都保护。再说了，你不是来救我了吗？要不是你及时出现，这几个傻子估计早一起被卖了。什么好擦的呀？不然擦你啊。你会不会好好说话？哎，痛不痛？没事。妈，我在学校捡到的，后面有点摔裂了，我就帮你贴上了。你怎么有这么可爱的贴纸啊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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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行！走了走了走了，也抱抱我，也抱抱我。赵曼，你真想当演员吗？哎，我真失败。哎呦，今天这一出又没让人看出我的决心。明儿，嗯，问我，问我，没兴趣。我的梦想是当卧底警察，无间道那种。你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我做什么事儿都可以成。切！你呢，表姐？我呀，你管得着吗？管得着吗？居然被你溜了啊！警察局就在旁边，要不要送你进去啊？哎，刚刚是他给你开的门，你忘了？哎，刚刚还很担心你呢，我和警察说明了你的情况。谢谢你。他们说我也是受胁迫的被害者，我的合同已经解约了，我以后会好好找个工作的。加油啊！你还想当演员吗？想啊。那以后建组你还去吗？那当然了。那好，我也会努力的，做个化妆师或者是经纪人。哦，以后你可以直接跟我签。好啊，那我们就顶峰相见。哎呀，别
听众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红马电台。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十七岁时追过的梦和爱过的人？走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十七岁的年纪，总是鲜衣怒马，少年意气，觉得世界会永远灿烂，生活会永远热气腾腾，而青春会像这黄昏一样，永远绵长。千玺，看过这个吗？啊，这跟他没关系。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大家吃，快！如果害我的人就在这里，我们差点，那他总会露出破绽才对。可这个人究竟为什么要害我？这对他有什么好处？这个嘛，西瓜呀，真甜，跟小图味道一模一样。是。会是他吗？你好，谢谢。哎，你们上次有没有吃那个酥大饼干？什么呀？对。怎么了？又发生什么？我没事儿，谢谢关心。吓死我了，今天给你打了一天电话都没找到你。找不到我？我们不是刚刚才联系过吗？你不是去给凯子出方案了吗？说什么呢姐，公司人都去了我也不能去呀、啊、我是你的经纪人，自家艺人的事还没解决呢，管别人干嘛呀？再说了，咱俩十几年的交情了，我哪能扔下你不管呀？十几年交情？朱莉不是前两年公司才派给我的吗？走，我们回去。回去？你别回去，我今天就要带你一起走。以后你可以直接跟我签。那我们就顶峰相见。谢谢你。谢什么呢？应该的。有什么需要我的尽管说啊。我这两天都在公司。哦，用不用我先帮你把那几个热搜给拿掉呀？不用了，不过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Cassie 自杀的原因？我总觉得这事有蹊跷。巧了，咱俩想一块儿去了。我也觉得这事不正常。我今天在公司碰见 Cassie 的经纪人了，他完全没有着急的样子。一定要尽快查出来那个人是谁，舆论已经开始怀疑我跟 Cassie 的关系了，不能再拖了。出大事儿了！出大事儿了！你替我修的那个《千里江山图》被选为优秀作品，被贴在工作栏展览了。我去，陈友美，这是你弄的吗？嘘，你千万别声张，让我爸来帮我修它。哎，如今我陈友美在大家心中也是个心灵手巧的女子啦。Oh my god！ 哎，郑妈，这不是你吗？你怎么在上面？经知名摄影艺术家点评，
此作品中的少女正在翻越围墙，从捕捉到的体态动作上可以看出少女翻越围墙时的不安彷徨。此作品具备极高的艺术价值，望作者继续努力。作者于明。老伴儿，吃饭。可算找到你了。怎么了？方老师叫你去他办公室。气氛不对啊，自己做好心理准备。许明。